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高雄的淹水事件哦，因为今天又有越来越多的一些照片啊，跟这个影像出来，这淹到什么样程度啊？小朋友这样子已经乘坐家中的这种小船哦，在淹水的地方变成像飘飘河一样，模样是很可爱啊，但是也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怎么高雄会淹成这个样子哦？所以高雄的居民苦中作乐，把这个家具当成福具哦，甚至在网络上面还有人PO出陈其迈啊，之前在美浓这边玩飘飘河的照片，就讲说啊，这个真的是幸福城市啊，我们现在高雄又通通都飘起来，都浮起来，都淹到水中了。那甚至呢，这个大雨狂炸高雄哦，其实看到像前阵的一些住家工厂也全部都淹水了，行车像是泛舟一样。那网友在讲说啊，不缺水太棒了。那民进党的人，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出来治水了呢？应该要出来讲讲话吧？怎么民进党好像看到高雄淹水跟没有看见一样哦？那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淹大水呢？这是水闸门没开害的淹水吗？那这高雄的水利局回应哦，因为我们看这高雄的民众讲说，哎，奇怪，雨都停了将近一个小时，水都还没有退，是不是排水的闸门来不及开哦？那高雄的水利局讲说，哦，这个是前镇渔港下水道的系统工程当中有六个水闸门，四个已经完工启用，两个还在施工啊，啊，这两个点只能加派抽水机哦，就怪这两个还在施工的没有办法把水赶快抽走哦，所以整个雨势过大，抽水机的这个抽水量没办法负荷，那他说会再检讨啦。那可是我们看到昨天我们有给大家看这个凤山羽球馆啊，墙面变成了瀑布一般啊，就室内哦，你就看到哇，好像造景一样哦，旁边有这样子哇，瀑布这样流下来。那他们讲说是因为这个屋顶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哦，所以凤山的这个羽球馆啊，室内出现了巨大的瀑布，还有球友因此受伤哦。那运发局是讲说因为今年哦三月份的时候在屋顶有加装这个太阳能板，那疑似是厂商没有定期维护，导致落叶堵住了排水管啊，才倒灌到了室内当中，所以也有这个可以甩锅的对象，就是厂商没有做好。那所以人家就反过来想说，奇怪了，现在绿营哦，这对于这个治灾哦，都是求神拜佛。就像昨天第一时间下雨的时候，哎，陈其迈是在干嘛？叫大家一起来祷告啊！我们来看看。以今天的雨势来看，那我们在这个礼拜调整为绿灯，应该是没有问题。假如这个希望雨下对地方，然后能够疏解高雄的旱象，所以今天的雨我想可以再分散一点，下的平均一点，不要有灾情。这个是我想我们共同大家一起这个祷告。对，大家一起祷告，然后平均一点，就不会淹水了，就不会有灾情了，要靠祷告的方式哦。所以绿营是不是对于任何的治灾都是要嘛求神，要嘛问佛？之前下雨的时候，那缺水旱灾的时候，陈其迈也这样子穿着西装出去淋雨啊，也是被拍了一张这个经典的照片哦。还有呢，这个蔡益瑜不是啊，说这个蔡英文来啊，总统来祈雨就有雨咯，这是妈祖婆哦，也都有这样的讲法。但那个陈明文也是讲说旱灾问题啊，就是要靠老天，要多拜拜，祈求雨水赶快下来解决哦。所以反过来，人家讲说，总是哦，每次是陈其迈还给韩国瑜公道啊。因为看起来这个高雄暴雨多处淹成了河，还升级小腿哦。李明玄他就讲说，这陈其迈就在摆烂嘛。过去讲说这个韩国瑜时代路平灯亮水沟通，到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换来民进党现在完全执政，完全傲慢，没人要负责，也没人要监督哦。选举时候立委看板一大堆哦，但是人民有难却是看不见。那以前不是还这样讥笑韩国瑜吗？说什么啊，睁眼说瞎话，路平灯亮水沟通，这样也可以当成政绩哦。他所以你看，以前的绿营市议员讲说，这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啊。如果你只会铺马路，那我去请一个铺柏油的来当市长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你像陈其迈，连这个基本的也都没做好啊。陈其迈以前不是在讲说，哎呀，你要把两年当成四年来做吗？而且还要比较这个日本的这个经验来到台湾来做这个高雄的市长嘛？那可是呢，你看现在这个蔡英文也讲说，2020年想说不能只是路平灯亮水沟通，但问题是基本的陈其迈也都没有做到，那又怎么说？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性骚案昨天也其实也烧到了这个陈其迈身上哦，因为25年前陈其迈在担任立委时期的时候的女助理发文说，当时他也被人家骚扰，可是后来被陈其迈以冷暴力对待，逼迫辞职。
实哦。后来呢，陈其迈身边的一些助理啊，跟工读生陆续发文驳斥了这一位指控人的一个说法，所以昨天这个文章就无预警的删除了。当时这个被害人是讲说，看到冷血的人假扮暖男哦，那陈其迈是讲说，哎，这跟事实上有出入。可是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你何必道歉呢？他说还是向当事人致上歉意。如果非事实，那何必道歉？所以现在人家讲说，哎，是那个女的真的记错了呢，还是这个女的受到压力了呢？就大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这个女的最后选择了删文哦。那对于民进党来讲，是不是能够赢就好呢？绿营的体质特质就是这样子啊，就像这个侧翼粉专，只要能赢，投给性侵犯我也愿意哦。就像韩国瑜曾经讲的，哎，遇到了选举，民进党人人一把武士刀啊，完全的团结对外。国民党人人手上一个麻薯，随便你砍杀，画面不对称。民进党像妖怪啊，砍他一只手就长一只手，砍他一只腿就长一只腿，生命愈合力非常的强。我们来听，没有嗓好，所以这就可以譬喻说，这个民进党反正呢就是赢了就好，这个是他们这个选举最大的一个特质。那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从这个民进党的高雄来看起。我们就从市政的角度来看吧，哈。做一个对比，我对柯文哲并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可是看他的访问里面讲这个台北市治水啊，他是每次都检讨抽水机，每个都检查，对不对？那他说认为市长的一个 SOP。那韩国瑜做市长的时候呢，用了一个人叫李世川，他就把那个排水的涵洞啊，里面快堵塞光了，80%还是90%堵塞了。一个人那么高，他清那个，这个才是治水嘛。天上下雨谁能掌握呢？那尤其到台风季，暴雨是常有的。但是淹不淹水就看市长在排水功夫做得好不好嘛。那很简单，李世川是一个关键人物。那最近我在台北开车，常常看到到处在修马路啊，到处在掏这个水沟啊。哎，这就是市长用对人了嘛。而这个人实实在在。在做市政的最基础工作嘛，我们混了这么多年，真正称赞的一个市长就是黄大州嘛，他是把市政规划跟那个，所以人家讲人家的市长在摘花，他的市长在清坑道，因为做些你看不见的东西，这才是个好市长。今天高雄你罢免了韩国瑜，那最起码的路铺好了没？水能够排好了吗？我们别的不谈嘛。你看得到的东西是这个吗？所以我讲一个市长，我不管你陈其迈会不会铺马路，但是你要会用人嘛，对不对？那很明显，那李世川在高雄的时候，高雄就不淹了，那他到台北现在到处在搞基础建设，对不对？问题就是说市长不是全能，但是你要用对人。你陈其迈不管你形象塑造的多好，那你有没有检讨你市政府对这些排水闸门跟这个抽水机，在5月份、7月份的时候，台风季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军队也是一样，你没做好战前的准备，仗打得一定不漂亮嘛。今天这个飘飘河只是暴露这个问题的症结嘛。是，所以我讲，为政的事无巨细，用对人，执着的去做就好了嘛。那老天爷谁能保？你去祷告有什么用？你把马祖请到市政府也没办法，对不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从根本下面着手了，对，没有意义了。好，来问辉文哥。这个我来讲一下柯文哲，不然这样子也不行啊。我们去年十月在这节目讲那个，刚好那个台风叫做泥沙台风，百灵桥哈，对不起，百灵桥外面的那个水门的问题啊，柯文哲后来认错道歉了、啊。对啊。我跟各位讲啊，最悲哀的是什么？是柯文哲的学姐，她因为那个百灵桥是士林北投的那个选区，她还得第一高票、啊。后来那几十辆车的这个补偿哦，是全部台北市民买单了、啊。那所以到底柯文哲做了什么呢？请大家看这个案子哦，这案子也很少人在谈。好，因为蒋万安嘛是吼吼做代级哦，所以我也不知道讲你台北的大秘宝呢，都已经选完了。在即将交接给蒋万的时候，噼里啪的柯文哲说：“那我们这个悠游卡要新贵，你在急什么？你已经进入看守阶段了，你怎么还做这个事情呢？这是完全没有这个尝试的啊！所以今天柯文哲的民调就说，你国民党在台北市执政，我不是说叫你要去打柯，
而是柯文哲八年到底做了什么？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怎么会去讲说柯文哲这个我写的哈？那这个高雄哈，这个高雄当然就是民进党的这个长期的执政，韩国瑜只当了一年六个月的高雄市长，然后这么多的高雄的朋友要罢免他，就是认为韩国瑜不配再当市长，要把他罢免掉哈。现在侯友宜要选这个总统哈，就民进党也蠢蠢欲动，如果侯友宜总统选输的，我们再来拷贝高雄的模式哈，再来罢免侯友宜，民进党都算好了。好，东传统谁能不能罢免成功不一定，不知道。但是这种羞辱的动作是一定要做的。所以我这边哈，这个翟轩，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的哈。我希望高雄的朋友，这个我补个图啦，你这个没图我补充一下，这是台南呐、啊，台南之前没有这个跪在这边是谁？是黄伟哲啊，黄伟哲在祈雨哈，就大家都要去这个求神问佛。看能不能下雨，就跟陈其迈讲这个祷告的意思是差不多。所以就我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在蔡总统这八年的执政，你觉得做得好，民进党做得好不好？包括我旁边的这位立委是民进党的立委，你觉得他做得好不好？他是民进党的执政团队之一，对不对？所以内湖南港的朋友，你要想想看，说这种人是不是要继续让他再当立委？你还可以这样子哦。比赞，对，你比赞，对了，是由内湖南港的朋友决定。那高雄市长去年才刚选，是高雄的立委，高雄的八席立委都是民进党的立委。啊，你们不是觉得韩国瑜做得很不好吗？李世川当副市长，陆平当亮水工作，你们觉得也不好啊。所以翟兄，我没有任何要批评高雄朋友的意思，可是你跟我讲说高雄这样子淹水，我身为一个台北的评论员，那我要讲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今天韩国瑜还是高雄市长，李世川还是副市长，高雄淹这样子，我们一样要监督要批评啊，对不对？那当初民进党的那些侧翼呢 ？We care 高雄那些人呢？你们真的 care 高雄吗？你们好意思吗？嗯，啊，那些愤青、那些北漂的呢？那些真正的高雄人呢？啊，你们不是觉得国民党很烂，韩国瑜很差啊？去有丁陈其迈走，陈其迈喜安娜。对不对？所以大家哈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想想看说啊，民进党的执政是什么？好，特别民进党这些执政团队的这些人，好，明年你所以我说现在看到赖清德还民调还领先还独走，我怎么看都看不懂啊！是大家都有那个 M 的倾向吗？对不对？排口罩、排疫苗、排快筛、排鸡蛋，排得很高兴。对，网络有个名称叫什么？叫做等等党啊。就是什么东西那个价钱都很贵，我一直等一直等，然后一直排一直排，大家真的喜欢这样的民进党的执政吗？明年我们有投票的机会，刚刚帅将军讲得非常好，我再讲十秒就好，就说明年如果是赖清德当选，他继续走蔡总统的路线，帅将军这个老臣谋国就告诉你，赖清德当选，他再走蔡总统的路线，两岸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只有这个选总统，还同时要选立委，大家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要不要再当民进党执政？民进党执政，你真的过得很好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民进党这样兵凶战危、兵役延长、到处排队，没事就淹水，那你就投民进党吧。好，嘉瑜，其实今天是这个神农大帝生日诞辰了，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拜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确实在极端气候之下，很容易就是说，像高雄这次就是因为短短的几个小时就降下200多毫米的雨量，直观是全国第一。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极端气候，水来不及退，因为早期我们在治水的时候，那个排洪的设计确实没有考虑到现在这种极端气候，所以无论韩国瑜或是陈其迈刚刚讲，都一定要受到检验，就是说现在的市长能不能去应对这种极端气候所带来的豪大雨这样子的灾情？他已经被罢免了，可是回到就是说，现在大家要。有什么毛病吗？无论过去的韩国瑜或现在陈其迈，所以淹水是应该的吗？没有啊，就是说大家都要检验。我刚刚就是这样子讲嘛。那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哦，每个人都在看，就是说侯友宜到底会不会出席今天下午在新北市议会关于这个卫药案的这个专案报告？因为很多人在讲说侯
友宜本来不打算出席，包括这个黄伟汉啊等等，就说如果侯友宜你不出席，那我想你总统也别选了。那甚至也有很多国民党立委对于这一次侯友宜的整个关于卫药案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件事情，认为说这个团队可能对于总统大选还没有办法去面对哦。所以其实延烧到现在，大家问就是说，大家更关心的是学童的健康跟安全，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现在题目是这一题，我现在在讲说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是现在新北市正在发生，而且大家都在关注说侯友宜对这件事情换题目的都没有处理态度。那无论你就市政的表现如何，但是你要选总统，你还是要把这些市政处理好哦。当初韩国瑜也是一样，现在的侯友宜也是一样，必须要去面对这些民众的检验，因为两个都是一样在市长任内去参选总统的。所以对于侯友宜来讲，现在就是说市政有没有办法真的做好？如果没有办法做好，对于新北市民来讲，当然会觉得说哦，大家所最关心的学童安全健康，你是用这种态度去处理，然后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应对，那到底把新北市民当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才是现在大家所最关注的了。那我们当然认为说，陈其迈的问题，陈其迈他当然对于高雄整个的治理，极端气候等等如何去因应啊，等等有没有办法后续处理好？那我想大家也都可以持续的去关心，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休息一下，观众忙回来，大家都听不下去了。